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康仁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泽耀，阿邦阿弟，复都青年正在热映中，请进戏院多多支持，谢谢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心杰，复都青年已经正式在全马上映，这是我第一次担任监制的首部电影，请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多多支持。老土这样的你啊，学下帮啦、啊！你成日困埋啲唔三唔四人。喂，阿你多少只个白白啲嘅礼物？在巴沙打工，老板给多少钱？我们想要考一个摩托来生都不可以呀、啊！开始。还有不多不多的 IC 呢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还在帮你们申请这 IC。其他人，除了买什么干嘛？我还是在帮他们呢，又可以赚到钱，赚到钱就可以有 IC 咯。不要管我，都莫得过来做，阿哥放开了你。以前只要我做错事，你一定会很凶很凶骂我的。难道你一辈子只想要依赖阿邦啊？他们不要我的时候只有你要我，现在当你也不要我了。会不会有一天阿哥结了婚，有自己的家人，他就不理我？他是最杀人的人。走